奥特曼，我要向你挑战，你要是输了，以后再也不许多管闲事了。来呗，谁怕谁呀？你要是输了，以后不许再做坏事了，要不然逮着你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好，实话算数，你先来吧。奥特曼先来。哎呀，失败了。好了，现在该怪兽的了。一个两啊！哎呀，太难了这个。咱俩到底谁赢了？我也不知道呀，要不问问手机前面的小朋友吧。支持我的就送红心和666，支持我的就送黑心和888。哇，这个娃娃怎么了？父母都没有在家，他是不是饿了呀？嗯，也对，我应该喂他一点吃的。我这正好有一个巧克力，喂给他吃吧。不行不行，这太大了，他会噎到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是不是渴了，想喝奶了？我这正好一瓶奶，喂他一些吧。他喝完了，我们带他去玩一下吧。好啊，走吧。推着小车出去喽。滴滴滴滴滴滴滴，来来来，发针管喽！给猪爸爸一个，给猪妈妈一个，给小乔治一个，给佩奇一个。哎呀妈呀，我最怕打针了，我还是赶紧跑吧。猪爸爸，你等等我，我也害怕打针呀。我最小，爸爸妈妈都怕，我更怕打针，我也要跑。哎，虽然呀，我不怕打针，但是他们都走了，我也要走。哎，小猪一家的胆子可真小。其实呀，这个可不是什么针管，这个是彩虹笔，它可以用来涂颜色的，可漂亮了。我要把它送给手机前给我点赞加关注的小朋友们，有要的吗？小星星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我也会唱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我也会唱。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它北斗啊。哎呦，咦，大笨狼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肚子好饿呀。我这里也块饼干，你拿去吃吧。谢谢你啊，白雪公主。啊，哈哈，真香。白雪公主，我就是。你别怕，白雪公主，你想要干什么？僵尸，哈哈，我这次要把白雪带走，做我的老婆。哼，有我在，你别想打白雪公主的主意。那就要看看你能不能打过我了。还哈哈、啊、这个臭僵尸果然有两下子。白雪公主你快走，我来拦住他。好的，我去找救兵。哈哈哈，你认为就你区区一个狼就能阻止我吗？我可不是一个人。小朋友们快点点红心，让我的伤口复原，我一定要阻止这